生意，那我们两个不在店之前上面去摘啦。等你不会来的。个永志哥哥啊，在高雄教书啊，刚好看到，你看就是他。所以亚达看到的小偷就是 Mr. Chen 啊。他变成惨的，惨型的 Mr. Chen。我想起来了啦，他昨天我在洗澡的时候我请 Paul 去帮我拿内裤的。啊，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啦。哇，那是用抖的，那不是真的会抖，那是两个手。还好啦，我一个礼拜去健身房两三次而已。我跟你说哦，不要看着我老，我以前哦还进入战队的哦。哦，我现在每天都要不停的一百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。我就给你们讲了，结巴豆。海水啊，很难看的那个名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买啦，你也是输啦。不好看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了。好，再来。好笑，不好看。拜拜。钱，我们要去了。拜拜。真的让我很有面子的呀哈。他等于说他养的小白脸就对了。哦，厉害哦，我很喜欢呢。